你是剩女，剩女不撒手吗？脾气不小。说吧，到底怎样才肯帮我杀肖恩？是真帮不了，使团跟骑兵都在。我要是让你杀了肖恩，我这差事也算做到头了。你可以来我们齐国。太冷，不习惯。大不了我再刺杀。我亲自看守，加上骑兵看护，姑娘尽管来杀。我可以抓你做要挟。我一个小小使节，是生是死，没人在乎。咱们可以联手啊。联手做什么？帮你啊。帮我什么？帮你跟太后从北齐小皇帝手里夺权。你胡说什么？谁说我是太后一党的？你老师是国师苦荷，自然要站队。北齐政权相争，粗算有三股势力。小皇帝一党，太后一党，还有一个上山虎，两不相帮。上山虎要救乔文，你要杀乔文，你们自然不是一伙的。我也可以是陛下一党。小皇帝点名要司礼礼回去，你要是在庆国杀了乔恩，使团必定会返程，司礼礼就到不了北齐了。所以，你必定不是小皇帝一党。如此算来，只能是太后手下了。就算你都猜对了，凭你又拿什么帮我？哎，我毕竟是庆国的正使啊。我们两个联手，出人意料，做别人意想不到的事，正是百利而无一害。你还知道自己是庆国人，却想卷入我齐国政事？我有直觉，救回严冰云，必定困难重重。咱们算是互相帮助。哎，你还吃了我水果呢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送你的，算是庆祝咱们俩联手。范师神，如何？海棠不能淋雨，风雨后盆中积水，别说绿肥红瘦了，早成了一盆烂枝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锦衣卫镇抚使沈仲亲自来接使团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哎，他什么性格啊？有什么弱点没有？上京前，我不会放弃杀肖恩。启程吧，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。恭喜什么？大人是不是对圣女有想法了？大人放心，我等绝不会把此事告诉郡主。老高，你怎么也跟着一块胡闹了？多亏王兄细心讲解呀，我已了解大人为人。哎，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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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怎么怕人？哎呀，你伤怎么样了？好点没有？你和朵朵。你别听王启年胡说，我那不是春药，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。大人，我此去北齐，不再回庆国，你跟我说了。我不会告诉尊夫人的。哎呀，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黄河是哪条河？我胡说的。哎，你跟海棠朵朵认识啊？认识的，上京城里一起喝过茶。北齐国都？是。她可一点也不像个圣女。我一直羡慕她的性子，洒脱不羁。
纯挚可爱，和大人你极是相配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是问朵朵的私密吗？不是。我是想问，之前你为何为我挡箭？我没想挡箭，眼角里瞟到箭来了，我就过去了，什么也没来得及想。说真的，我现在都后悔呢，大人不必纠缠于此。你送我回北齐，便算两不相欠了。就快到北齐了。嗯。你身上有毒，监察院洪秀昭计划以你之身毒染齐国小皇帝。为什么要告诉我？这是解药，帮你解了毒，咱们才算两不相欠。那你怎么办？谁会知道是我帮你解的毒啊？就当是配毒失误，不起效用。我如若说出此事，岂不是能害你？你会吗？将来的事，谁会知道？那就将来再说吧。大人，这发型好看，衣着鲜亮啊！行了，不用陪着了。哎，前辈，北齐到了。这可是你要杀我的最后机会了。你藏着的秘密是什么呀？这也是你最后问我了。为什么要问我儋州的事呢？你跟儋州有什么牵连？行，萧老前辈，不如咱俩打个赌，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问你。到家了。到了北齐，不能常去看姑娘，自己保重。一路来，辛苦大人了。哎，人呢？大人，这有些古怪啊。虽说有人来迎接，
但是却无人应答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庆国使团来送战俘啊，尔等谁是头目，赶紧应答。再不说话，我们可走了啊！沈大人，人都到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沈大人，人到了。我们是南朝诗仙范闲范大人，这位便是我大庆正使范闲范大人。范诗仙，在下范闲，早闻大名，好生敬仰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一表人才。阁下是？在下沈仲，直呼名字即可。锦衣卫镇抚使沈大人，哎，你们两个处理一下交接事宜。是大人。范大人，听过我的名头？听过。哎，沈大人这是？官服一直不太合体，留在上京改的。啊、哦，范大人见谅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司姑娘呢？二位随我这边来。沈大人不去看看吗？小事，让嬷嬷处理就好。奉陛下旨意，迎司姑娘前往上京，请一步。刚刚主持，这么年轻就身居高位，果然是官运亨通啊！哎，运气好。沈大人不必客套，沈大人这才是身居高位。司姑娘受伤了，你们扶着。司姑娘受了伤了。回嬷嬷，这路上啊。有冒充上山虎旗下的匪徒想要劫走萧恩，司姑娘误中了冷箭，已无大碍。你怎么能让司姑娘受了伤啊？你这脑袋不想要了吗？这位什么身份啊？啊，宫中老人了。沈大人也不必如此谄媚，我们大齐泱泱大国，不是这些庆人能比的。哟，就这泱泱大国被打得割地求饶啊！啊，庆人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北齐输了国战，颜面全失。放肆！你放手！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哎呦！我们庆人不会拐弯，您让我放手，我就放手啊！来来来，给我起来！看看，哎呀，尔等就这么看着这贼子在我朝疆土行凶不成吗？哎。羞辱正史便是羞辱庆国，但是再起的话，尔等谁负责呀？你，嬷嬷，消消气，快快快！气死我了！快快快！消消气，消消气！这贼子太嚣张了。沉重。范大人，不知萧恩在何处？萧恩大人，你是谁？下官沈仲，锦衣卫镇抚使。不认识。是是是，
萧大人叱咤两国时，沈某还不入流呢。萧大人声名远播，今日终于见到，心中难掩激动啊。方大人，萧大人就交由我方护送吧。那是自然。范大人，您刚说途中有人想救走萧大人，让我给拦回来了。哦，萧大人，这就错了。您看看，现在您这是回家，怎么还要逃呢？若是您中途再走，我这差事可就不好办了。您说呢？你待如何？大家都是本差，总要用心才好。这就行了。我送萧大人上车。这次萧大人回来，锦衣卫这边特地为您准备了纯铁的马车，这份尊荣也是无人能比了。范大人见笑了。沈大人，你对自家人如此凶残，对着庆人卑躬屈膝，何其无耻啊！您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，消消气啊！我定要在太后面前告你御状。诸位稍等啊，来，您跟我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有苦衷，与你说了，你便知晓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，范大人稍待啊。有什么话非要躲到这儿来说？我知道您伺候太后多年，有这情谊。你这是想求饶？看来您还是不太知道我呀。久等了，久等了，久等。说来也怪，我与老人家谈心，不知怎的他就羞愧难当，自行离去了，说是再也不回上京了。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人各有志，不强求了，尽快整理准备启程吧，陛下急着还要见范大人呢。见我？为什么？到了上京自然知道。对了，范大人，陈院长进来可好啊？好着呢。哎，范大人，来，借一步说话。哎，范大人这次来，陈院长可有什么交代？接严明云。没其他了？还能有什么？错了，方大人千万别笑话。首先呢，自然是接严明云回去，
然后嘛，萧大人回归，陈院长自然是寝食难安，或者便是要范大人暗杀萧大人，换回严冰元后，找机会杀了萧恩。还有吗？司礼礼是陛下亲自点名要回，正好可做手脚。回去路上我得查查司礼礼姑娘身上可有不妥。红袖招之毒是我调来的。哎，对了，严冰云是被抓了，但监察院在北齐的暗探不止他一个。莫非陈院长是要范大人来重整蝶网？警惕一个人，锦衣卫镇抚使沈仲，一定要小心他。能被你记住的，肯定都不是善茬。那要是真这样，沈大人打算怎么做？瞎说瞎说，都是胡话。范大人千万别在意。无论大人想在上京做什么，沈某都会好生陪着。咱们动身吧，使团就跟在后边。我来北齐的所有任务，沈仲全都猜到了。名不虚传啊，沈仲。那咱们还如何行事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北齐上京城，便是我跟他交锋的战场。一路上这个沈仲没少折腾萧恩啊。哎，大人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萧恩以前也是北齐的重要官员，为何如此对他？谁知道啊。什么人？张刺客！有刺客！有刺客投降！怎么办？冲的是北齐的营，咱们不过去补刀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也对呀。再干点！回去了，别再跑了。失败了。我后头帐篷没人，多谢。女的？嘘，谁呀？还能是谁呀？哪个？哦，打出感情来的那个圣女。哎呀，少废话，别作死。哦。
都回去吧，散了吧。范大人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打搅了，我先给您赔个不是。哟，范大人也喜欢吃番薯啊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，香甜可口。沈大人不追了？刚才没留下，这会儿追不上了。被你给打伤了？萧恩的血，这不正好在跟萧老前辈交流吗？沈大人到底是想问什么呀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真不知道，就知道陈萍萍留他命这么久，是因为个秘密。太后和陛下都想知道这是什么秘密，萧老前辈不肯说，我就多问问呗。他原来可是你北齐的重臣，时过境迁了，又是上山虎义父，总该敲打敲打。上山虎不是北齐战神吗？上山虎确实善战，可这未必是好事。不瞒你说，范大人，上山虎被调回上京，名义上是大将军，可身边只剩100私兵了。哎呦，这是明升暗降啊，去了兵权了。可不是。嗯，也怪他自己不识时务，这时节既不效忠陛下，也不拜见太后，咱们做臣子的人啊，没有忠心你想干嘛呀，对吧？那你是哪边的呀？啊，我是太后呀。沈大人还真是言无不尽。沈某啊，素来敬佩读书人，范大人识才经世。哎，近日有没有什么大作呀？沈大人那秘密问出来没有？嘴严，不急，漫长岁月等着他呢。沈大人对萧恩下这么重的手，将来万一他东山再起了，可不好收场。是陈萍萍担心吧？你回去告诉陈院长，萧恩不会再有机会了。你看看，这会儿还有人想自杀呢。齐国要他死的，不比秦国少。好了。不打搅了，马上就要到上京了。就像我说的，人要识时务。范大人，别让我难做，您用着啊，慢用。哎，再说说。他也是太后的人，你也是太后的人，怎么你们互相还打起来了？老师要杀萧恩，做徒弟的没法子。那我这算是救了你一命。刚刚还掀帘子呢。欲擒故纵啊，懂都不懂。万一没擒好，真把我抓了呢？抓了就抓了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看戏那儿吧。你还杀小恩吧？哎，没机会了，进了上京没法再杀了。那等到了上京咱们合作呗。怎么合作？
作？随便的，你看谁不顺眼，我帮着使劲儿。咱们俩里应外合，祸乱天下。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我是庆国人啊，你们北齐越乱，我看着越高兴。我走了。考虑考虑呗。真走了，真没了。看来这北齐确实是很乱，这对我们是个机会。对，是抢夺圣女的机会。想什么呢？是完成使团任务的机会。是是是，这对外啊是得这么说。哦，是。有点钱。现银，不要银票。啊！回京都之后加倍奉还。加倍。你们俩撞过去。妈，明日天一亮，你自行离去，别让人瞧见。上京城南有一间眺望客栈，你拿着银子寻间房，在那儿住下来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助我完成监察院任务，才能救你爹出来。按您之命，卫所探子密控四旁，发现南靖使团内偷偷溜走一个，如今住在城南客栈，是可拿下。别打扰他，让他好好住着，就当不知道，等着看这位范大人接下来怎样手段。是。大人，上京城到了，接回严明云。咱们就能回家了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大人觉得还会有蹊跷。你看，来了吧。参见大将军。有什么事派人过来吩咐一声就好，怎么还亲自过来？我要见他。大将军要见哪个？我义父。大将军义父又是哪位啊？萧恩。哈，原来萧老前辈是大将军的义父，果然将门虎子，不同凡响。人在哪儿？人在，人在。会如此？行。奉旨问话，是你所为？正是。既是父子，便让大将军瞧仔细些。可惜，两条腿让我给折了，不然就该站起来让大将军瞧瞧。大将军，看得可还满意呀？把人给我！只怕不行。你敢抗命？
大将军有所不知，陛下和北齐太后的旨意都是要我把萧恩关在锦衣卫，圣命难违啊。大将军还有什么教诲啊？神州，你很好。去，去！多谢大将军夸奖，都是一颗赤子之心罢了。大人，这沈仲他不会做官呐。是，此人虽然手段毒辣，但过于嚣张跋扈，丝毫不知道收敛，实在是个取祸之道。就是，刚才这上山虎险些就出手了，他是故意的。故意？从边境打断萧恩双腿，到一路上严刑拷打，就是为了刚才那一幕，逼上山虎出手。上山虎毕竟战功无数，要治他的罪，总得找个由头。逼上山虎对使团出手，扣他一个抗旨的罪名，恐怕还要加上谋逆的罪名。那是北齐太后的意思，还是小皇帝的意思？都有吧。没想到啊，上山虎在北齐如此受忌，这是好事儿。事儿，范大人，陛下急等着见，只好辛苦您先入宫面圣，之后再去住处。可以进城了。司李李姑娘不进宫吗？缺了名分，宫外住着等机会吧。范大人和李李姑娘相熟？抓过。萧恩的车不进城吗？啊，他的车走西门，刚才您也看见了，进了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。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，此战庆国大胜，使团入城肯定见不到百姓夹道欢迎的盛况，但也不至于扔臭鸡蛋吧。从北京滚出去，不欢迎南庆使者。滚南庆走。滚蛋，滚出去。嗯，有菜有蛋，能吃好几顿呢。晚上加菜。是大人。都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南京狗，很不欢迎你们。我朝百姓忧心国事，大战不利，难免有些民怨。不只是百姓吧？范大人当街杀过程巨树，那是我齐国武者。军中坊间有习武人想要向大人讨教，这些家伙不识大体，刺杀案件可都说不准。范大人不如躲回马车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锦衣卫连自家王城都管不住，实在是沈某能力有限，惭愧惭愧。一国正使入宫途中躲进马车，我要是这么干，怕是庆国的脸都被我丢光了。不躲躲，烂菜破鞋的丢上来也没什么脸面。所以不管怎么着，我都得失国体。民怨，我也没法子。沈大人好手段，范大人误会了。听见？咦，老高，去后边运货的马车上有个长条布卷，帮我拿过来。是，大人。行。